一千个亿，来你看啊，哪一栋就是阿水的家，白色的、哦，一千个亿啊，你们知道越南的一个亿怎么算吗？一个的亿等于台币的150万，我先坐着讲一下哈，一个亿的150万台币，那么一千个亿的多少万台币？来各位，一千个亿的是多少万台币？大概多少？我的这栋它的宽度有60公尺宽，深度的400，平均的，平均的，它这边的盖起来的，那就是总共有18，高度的就是18公尺高，总共的有几个楼层？各位，陆地上的5个楼层，还有地下的2个，就是我们这边的住户，而且呢，他要花了3年这个时间，用他曾经尽力的赚了最多的钱，回来盖他自己的豪华的宫殿，我们叫宫殿，好吧，各位，我不叫别墅，因为越南的别墅的很多，我都说宫殿。